两年前，我收到展昭邀约，第一次参加台湾辅具暨长期照护大展。我印象深刻，因为在展场上看到很多很酷的辅具产品。今年我又有荣幸被受邀参观，一想到我就觉得很兴奋，已经等不及下来看看今年有什么更赞更好的辅具啦。跟我一起往下看吧。辅具暨长期照护大展为台湾规模最大的辅具暨长照专门展，2018年正式进入台湾，最国际化的展场台北南港展览馆，朝向世界级的展会发展。2020年持续受到国际疫情影响，在台湾成功的防疫下，连续4年成为年度国际首发的辅具长照专门展，且从未停展，让国际看见台湾辅具的真实力。近年来，展览记录屡创新高，好评不断。2023年不仅结合了190家厂商、530个摊位与3000件以上的辅具及现场展示体验，近11万人的参观，成就唯一解决生活问题的展览。都会型的哦，就是比较没办法，因为爬坡力一定没有这个哦。但是我们觉得不要用同姿势，对，就是让大家有不同的选择哦。那原本就灯啊这些的，其实就是很聪明的。对，那它还有两个 USB 的插孔，哦，所以在里面可以直接插手机，哦，对，就基本上很棒。然后后面这里会有两个关节，是关节这里可以再做收折，就压下来。然后再来就是我们把我们的后轮快拆轴一样都做拆卸。这个看一下哦，哇，哇。右拿它上，其实还好，轻吗？嗯，因为它有做关节，所以它很难会做到很轻。哦，我觉得还好哎，没有想象中。不错哎，轮框的话是 spinach 的轮框，所以一样也很轻。哦，这个也不到1公斤。哦。我的车头牌子。I'm just feeling myself. I'm just feeling myself. 这个我们为了要拍出这个非常非常漂亮的缩时轨迹画面，所以我们现在在那边至少要站个15分钟。但是你是站着，啊，我是坐15分钟。
I'm just feeling myself. Oh, I don't need no one else. So well, I'm just feeling myself.我们接下来试一下用这台相机来拍它的全景照片，来看一下哦。大家发现它很酷，它会重复拍几个景，然后去做合成。今天来展场上遇到非常多认识的厂商朋友们，大家依旧热情，也看到很多新的东西。科技的进步真的好快，像我看到了100例 RGK 可以收折的钛轮椅，还有最新型的超流线车头，看到特多镜有许多智慧化的运动设备，看到康阳展出更多厉害的电动轮椅，还有很多很多厉害的厂商。今年好多新的东西，印象深刻的还有看到福祉车的展示，让无障碍车子更加完善。非常喜欢今年的辅具展，除了可以看到更多新的东西外，也是能与许多厂商大哥朋友们的聚会，到每一家去都会聊上几句，真的聚在一起好快乐，也很感谢大家都还记得我。希望今天的影片你们会喜欢，那我是傅里，谢谢你的收看，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咯，拜拜。